下午刘云给我打了个电话，让我晚上非得回去一趟，好像出了什么事儿。本来我想吃完饭再告诉你的。什么事儿？刘云下午去我们公司看设备，我还以为他是去找公司领导告状，我就说了他几句，说的还挺重的。后来我也特后悔。我说呢，他怎么说话跟吃了枪药似的？不然，我向他道个歉吧。那倒不必。这样吧，我回家跟他解释解释。你说说，哪有这么巧的事儿啊？我连想都没想，我就……无巧不成书吗？怎么了？牙疼。牙疼还吃米饭？天天吃面条，都吃恶心了。你老这么吃，怎么上手术台呢？张嘴。哦，上火了，别吃了，我给你蒸蛋羹吧。几个？俩。他让我向你道个歉，说下午你是去参观的，他误会了。哼，里里外外的好人都让他当了，怪不得彭丽说他是个妖精呢，弄得你魂不附体。人家不是跟你道歉了吗？他让你回来跟我道个歉，你该知道有他这句话，今天晚上我们就没法谈。为什么？我还是你的妻子，我有自尊心，我不能平衡。我已经蒸上了，你自己看着点火。我出去一趟，马上就回来。魂儿就没在这儿。
吃呢？吃不下。冰箱都空了，也不知道买点东西填进去。自残呐？犯得上吗？吃吧，吃饱了有劲儿。你不是要跟我谈话呢吗？话都让你说了，我还说什么呀？今天下午发生的事儿，弄得大家都很不愉快。但是我想他也不是想故意伤害你，所以你也别往心里去。他太张狂，太自以为是了。耿林，你记着，我不可能一直这么理智。再遇到像今天这样的事儿，可能会出现另外一种结果。是是是，我知道，今天这个事儿是怨他。耿林，你先弄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弄清楚我们三个人的关系，别话里话外把我摘成局外人，好像我是个第三者一样。你东一榔头西一棒子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不明白。你调动的事情，怨我吗？亏你还记得这事儿。调动的事儿跟你没有任何关系，都是我自己折腾的。真活得出去。他有魅力，你有魄力，不惜一切代价了。这时候你说这些事儿，你不觉得无聊吗？你真觉得无聊吗？耿林，这么些年了，我没见过你铁了心要做成什么。好像只有这个官位还是你比较在意的，现在看，也是可以随时抛弃的东西了。家可以不要，婚可以离，官可以丢，认准的就那一件事儿，别的都是芝麻，就他是个西瓜啊。我知道了，下午他拿话噎着你了，窝了一肚子火，现在你算是缓过来了，找不着他，把我叫回来，然后把气撒在我身上，对不对？不对。本来我今天叫你回来，是想问问你单位里的事儿。如果真是因为我去找过局长，而导致这样的结局，我很抱歉。可你一进门就替他道歉，他算什么？耿林，如果你不是故意的，就请你不要在这个家里提他。息怒。啊。凉了，我给你热去。多保重吧，我先走了。等等，还有什么事儿吗？你住在这儿，我走。为什么？这也是你的家，你不能跟这个家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住在这儿就证明有关系了吗？即便你不住在这儿，我也不会住的。就这么不顾一切了？我不能忍受的是，我每次接你父母的电话，我都要去骗他们，而且还要变着花样的骗。今天一个说法，明天就得换另外一个说法。我想你应该自己去面对。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他们，我只是在等你。等我什么？离婚吗？对。我得有了结果才能告诉他们。等有了结果再告诉他们。耿林，你应该记得，当初你向我求婚也说过这句话。
就这么难舍难分吗？你今天怎么不发脾气了？怎么不火冒三丈？我想通了，任何事情恐怕都是一个方法。如果方法对了，坏事会变成好事。我希望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度过我们两个人的危机。如果离婚会伤透你的心，这不是我的目的。这些都是他教给你的吗？还用他教吗？不管怎么样，今天晚上你必须住在家里。好吧，我睡了。对不起，您呼叫的用户没有开机，请您稍后再拨。对不起，您呼叫的用户没有开机，请您稍后。师傅，多停10分钟，我给你加点钱。小姐，等人吧。您是便衣吧？走吧。是不是已经不适应了？早点做好了，在桌上，你自己吃吧。你一夜没睡啊？离婚的事，我希望你再考虑一下。我要上班了。哎，你好，请问娄佳怡在吗？哦，她整个上午都不会回来吗？好，谢谢，没事。耿总，这是前3个月的账目。嗯，谢谢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没想来，可我憋得慌。我刚才给你往公司打电话了，他们说你去销售点了，你手机也没开。坐吧。不坐。佳怡，先坐下好吗？不坐。来，快，快快去吧去吧啊，快坐下。你听我跟你解释一下，昨天晚上呢，我本来想是回去待一会儿就走的，后来他跟我说，你今天就在家住吧。我一想，好吧，在家住也行，我能够把我的意思跟他说一下。结果呢，我就跟他谈了，我说我们能不能心平气和的啊，用一种和平的方式，把我们之间的问题解决了。其实昨天晚上我是一夜没睡。那你就不会给我打个电话呀？你看，你这就不懂事儿了。啊，我当着他的面给你打电话，这不故意激他吗？总之昨天晚上我已经把我的意思都跟他说明白了。我说我们老不见面不是一个事儿，见了又吵，这样不利于解决问题。你说呢？那你也不能让我跟个傻瓜似的在家等着呀，人家还以为你出事儿了呢。我后来偷偷的给你打过电话，你关机了。谁关机了？我那是后来没电了。小同志，如果你现在是个解放军战士，啊，敌人冲上来了，你说没子弹了。怎么办？那我就掐死他，跟他决一死战。你掐不死他们，好几个团呢，你得赶紧跑。我就不跑，我愿意当俘虏。相信大家自己已经预习过了，今天我们要上的是《醉翁亭记》，这篇文章是欧阳修在他39岁的时候所做的，也就是说1046年，是他在被贬到滁州的第二年。哎，同学们对他反应怎么样？还行，跟学生们玩的挺好的，就是情绪挺萎靡不振的。哎，什么样的女孩啊，把她伤成这个样子？嗨，也就是掉进去了，出来就好了。太守与客隐于此。太守与客饮于此，饮少则醉，饮少则醉，而年幼最高，而年幼最高，故自号曰醉翁。小王来了。嗯，以前的方医生出国探亲去了，这位是刘医生，刘医生也是医院推荐的。哦，方医生出国了，我还等着他呢。你看，棋盘都准备好了。得了，今天是刘医生来，你就别老惦记着棋了。刘医生，来来来，坐。哎，好，请坐，请坐。天这么热，给您添麻烦了。没有，应该的。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感觉蛮好啊，我的身体一向不错。哎，你是不是先给我老伴检查？他一睡觉就感觉透不过气来，有点闷。啊，可以，那我一会儿再给您查。哎，好。刘医生，这边的呀。哎，好。刘医生啊，啊，你爱人是做什么工作的？做机关的。那好啊，你看我们老楼做了一辈子机关，规规矩矩的。刘医生，你怎么了？这照片上的人是谁呀？我女儿啊。
阿姨，您不是问我爱人吗？我可以告诉你，我们结婚十年了，感情不是很好，但也不算太坏。可前一段时间，他突然提出来要跟我离婚。他因为工作关系认识了一个年轻的女孩，交往了几次以后，外人很喜欢他，以后他们就一直在一起。那太不像话了。你没问过你爱人？问过，而且那个女孩我还见过。我可以告诉你，她就是您的女儿，娄佳怡。老楼，过来。你看，喂。蒙森公司，我找娄佳怡。哦，请稍等。佳怡，电话。谁呀？谁呀？这么凶呀？喂，我是娄佳怡。你快给我回来！这是什么人？你跟他什么关系？说嘛，别这样。佳怡啊，慢慢说啊。卷是我的男朋友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人家是结了婚的人呢，你知道不知道？站住，坐下。你把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给我说清楚。什么叫乱七八糟的事情啊，爸？我希望你把事情搞清楚再说，别在家里当你的楼书记。你有没有王法了？哎呀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嘛？这事儿吧，一开始我是知道一点儿的，可是谁知道会发展成这样呢？知道的你不早说。你这个当妈妈的，真是越当越糊涂了。你太自以为是了。你不要对妈妈大喊大叫的，是你自以为是。你无非就是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吗？你根本就不知道这里面是怎么回事。我不知道。人家都找到家里来了，指着照片说那是人家的丈夫，你知道吗？就像在我们的脸上抽了一巴掌。小姨呀，你读了十几年的书，你知道什么叫羞耻吗？什么呀？谁找到家里来了？是照片上那个男的，他的爱人，是刘医生吧？是又怎么样？装的跟个好人似的，我没想到你这么坏，这么不光明正大。别这么看着我，好像我委屈你似的。你还有什么要跟我父母说的？你说呀，你全都说出来，我可以替你转达。
这里是办公室，有什么话我们到外面去说。我哪儿也不去，我就在这儿说。你不是挺厉害的吗？你怕什么？你怕人家都知道你什么样的人吗？你别走，别再装模作样了。如果你觉得我有什么对不起你的地方，你可以来找我说呀。你这算什么？我父母这么大年纪，招你惹你了？你怎么这么不择手段，这么不择手段呢？姑娘，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吗？说完了吗？你可以走了。我还没说完呢。没说完也不要再说了，这不是你说话的地方。你是谁啊？我没打算跟你说话。娄佳怡，我告诉你，如果你想来这儿吵架的话，那你找错地方了。我是找错地方，我哪有你会找地方啊？人前一套，人后一套。保卫处吗？这有一犯病的，赶紧给带走。心血管科。什么话都多余，就是欠山，一个大嘴巴上去，什么事儿全没有了。这事要是落在我头上啊，就干脆上去把他撕巴了拉倒。这哪叫偷人呢？这不成抢人了吗？你让我安静会儿好吗？刘云，院长担心你的情绪，让你下午去一下。谁告诉院长？保卫科吧。刘云，怎么回事？我刚刚听说，说有人来闹事儿。怎么了？哎，刘云，你说还有完没完了？闹完你又闹我。是。这件事他做得太过分，那我怎么跟我爸我妈说去呀？我说不清楚了。我佳怡，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受委屈了，可是就现在来说的话，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有挺过去。你难受，我也是，他也不好过。耿林，我知道你们的事情应该你们自己解决，我不应该在这儿说三道四的。可是他也太过分了。我父母都这么大年纪了，我在外面受了什么委屈，有什么不痛快，我回家都装得高高兴兴的。他倒不含糊，说闹就闹到家里去了。我会找机会跟他谈的。佳怡，处理这么复杂的事儿，我们需要有足够的耐心。可能时间会很长，头绪也会很乱，但是我们要保持一个冷静的头脑，起码别因为这些事儿影响了我们之间的感情。给你添了那么多麻烦，你后悔吗？要是我们都活在真空里就好了。
我能跟你说两句话吗？有什么话不能回家说吗？我不想再睡沙发。你今天是不是去他们家了？是，但我是去出诊，怎么了？照你这么说，都是误会了。去我们单位是误会，去他公司还是误会，现在去他们家还是误会，对吗？耿林，如果你想继续把谈话进行下去的话，我希望你注意一下你的口气，这儿没有人欠你什么。你要听什么样的口气？刘云，我一直都很尊重你，这都是你在逼我，你知道吗？原本都是我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，念及过去，我已经给足了你面子，你怎么就这么得寸进尺呢？前两天我回家了吧，跟你谈了一夜，我已经表明了我要和平解决的态度，希望不要两败俱伤。可你倒好，东一盆脏水，西一盆脏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你不是最瞧不起那种闹离婚闹得哭哭啼啼的吗？你不是清高吗？我看你现在的做法比谁都俗。你不要再逼我，也不用逼你自己。如果你觉得我们之间还有情谊的话，我希望你能够珍惜它。如果你觉得你现在是一无所有了，就不要再做这种徒劳的挽救。哎，刘云，耿林呐，那姑娘刚闹完，你又来闹，太过分了吧？李大夫，你不了解情况。小姐，刘医生呢？不知道，刚才生气走了。哟，刘医生，下班了。喂，饭我都做好了，你什么时候回来？公司里还有很多事没处理完，我可能要晚点回去，你先吃吧。怎么，你生病了？没有，我挺好。那你是不是碰到什么不顺心的事儿？你声音怎么那么怪啊？还好，你先吃吧。耿林，你要有什么麻烦的事情，可千万别瞒我。你放心，
我为了你什么都可以承受。佳怡，我懂。我爱你。我也是。耿林，嗯，你把这杯酒喝了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什么事儿啊？得喝完酒才能说。你就快喝吧，喝完了我就告诉你。来，喝完了，说吧。我要向你求婚。应该是我向你求婚啊。不，就是我向你求婚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为我们两个做了那么多，我觉得我可以放心的把我的将来全都交给你。等你离了婚，咱们就结婚，从头开始，我们都努力的工作，赚好多好多的钱，然后买一个大房子。你喜欢男孩还是喜欢女孩啊？男孩女孩我都喜欢，只要是咱俩的。哎，那曹诗瑞生了吗？你要不要打电话问问他？没那么快吧。我问问。喂，是小曹吗？我是耿林。耿大哥啊，怎么好久都没有你消息了？最近比较忙。哎，怎么样，快生了吧？嗯，是快生了。你也不来看我，刘英姐还老来呢。是吗？啊，他经常看你去啊？经常来，前天他还刚刚来过呢。刘英姐啊，她可是真喜欢孩子，我这儿的婴儿用品还有书，那都是刘英姐拿来的。哎，你跟刘英姐，你跟刘英姐，你们俩可真有意思，怎么老是分头行动啊？啊？你问问他是男孩还是女孩？啊，我们时间老凑不到一块儿。哎，做 B 超了吗？男孩女孩啊？我想，应该是个坏小子吧。哎，您跟谁说话呢？啊，我一个朋友。不会是？你就别乱猜了啊！生完之后，马上通知我们，我们看你去。你们？你们是谁呀？耿大哥，你不会步王叔的后尘吧？行了行了，我不跟你说了，好好保重吧。啊，祝你顺产，再见。小徐，嗯，刘云请假了，可能是吧。摊上这种倒霉事儿，谁不上火呀？他请了几天假？他还不是想请几天就请几天吗？李主任，刘云请了几天假？我说你就别打听了，我这就够烦的了。
刘小姐，有客人。佳怡。哎，三木，快坐快坐。坐。哎，你怎么找到这儿来了？巧了，我今儿路过，觉着像你们公司，一打听还真有个娄小姐。这么巧啊！哎，天海怎么样？我昨天还给你打电话，想问你他的情况，结果你开会呢。他还好，关键啊，这儿的问题解决了，还算让人踏实。他还是住在你那儿？住我那儿呢。现在他迷恋上网了。真不容易，让你受累了。嗨，有什么受累的？我现在给他物色新女朋友呢。女朋友？行啊，你三木，你真是全方位救助啊。你怎么样？还行吧。我呀，道路是曲折的，但前途是光明的。从你上高中开始，我就没再过问你的事情。我总觉得你比别的孩子懂事早，而且独立性很强。你大学毕业分配工作，说不要我帮忙，我感到并不是宽慰，而是惭愧。爸，我真的不需要你的帮助，只要您和妈妈能够高高兴兴的让我有这个家，我就觉得已经很幸福了，真的。可是，跟一个结了婚的人谈恋爱，我总觉得好像是偷了人家东西似的。爸，您已经在这么多事情上都相信了我，这次您就不相信我吗？像我们这把年纪的人，对感情的自觉程度不高，从根本上说，是解放的不够彻底。本来是没什么好说的。可是，不管世道怎么变化，旧的道德打破了，总有新道德产生吧。你们的行为，总应该符合新的道德观念才行吧。爸，我知道自己该怎么做。如果我是自私的，为了自己而不顾别人家庭的话，那我现在坐在您的面前也就不会这么坦然。我已经不是小孩了。他们夫妇的婚姻是已经死亡的婚姻。如果他们还可以过下去，那即使我付出了感情，我也会退出。可现在不是这样的，爸，您就相信我吧。哎，李医生啊，我是吴刚。对，我问你，你有刘云母亲家的电话吗？啊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好，那再见啊。